迷你世界官方又给我送来了一套盲盒，超级感谢迷你世界官方呀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妹，今天我又来给大家开箱拆盲盒了。这一套盲盒是最新版的，叫做洛丽塔少女系列盲盒。这一套盲盒是女孩子的专场，因为这里面没有男生的装扮。大家看看这盒子封面就知道，这套盲盒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最新款的，每一个人物都好好看呀，非常的少女心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吗？接下来咱们准备开箱吧，看看洛丽塔少女系列盲盒里的人物到底有多好看。哇，这一套盲盒一共有8个，每一个包装盒都很少女心，太精美了吧。听说在这八个盲盒里面还藏着一款隐藏款呢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那我能拆出隐藏款吗？看看第一个会是什么。哇，这个是甜美洛丽塔，叫莓果甜心，好漂亮呀，手上还拿着一个冰淇淋，不过它好像是兔妹妹的升级版，因为它跟兔妹妹真的好像啊。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，这个是和风洛丽塔樱奈寻，樱奈寻好可爱呀，裙子也很漂亮。哇，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花小楼，她是国风洛丽塔。花小楼大家都很熟悉吧，她比游戏里面更美多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什么洛丽塔，这个是朋克洛丽塔新爵士。新爵士她好像一个兔子呀，头上还有两个大大的耳朵，这两个耳朵还可以插进去然后再拔出来，嘿，看着好好玩呀。哇塞，这个是古典洛丽塔，叫做伊丽莎白。伊丽莎白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装风格，它还有一顶帽子，这个帽子既可以戴上又可以拿下来，太可爱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吗？我们看看下一个，下一个会是隐藏款吗？这个是田园洛丽塔春日桃凉，它左手配有一个篮子，这个篮子还可以套在手上呢，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大家学会了吗？现在只剩下最后两个盲盒了，已经开了6个了，都还没有开到隐藏款呢。在这两个盲盒里能开到隐藏款吗？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。哇，好漂亮呀，这个是公主洛丽塔，叫艾丽尔，不愧是公主呀，连穿的裙子都超级好看的，头上还戴着一顶皇冠，我太喜欢她了。7个盲盒都开完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那这最后一个会是隐藏款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哇，是薇薇安，这个是隐藏款，我终于开出隐藏款了，没想到隐藏款居然藏在最后一个呀，我还以为自己开不到隐藏款了呢。薇薇安是哥特洛丽塔，她手上还拿着一个红杯子，还有两个东西不知道叫啥，好像牛角一样，这个东西可以插在头上面，这就是插好的效果，大家觉得它好看吗？好了，今天的盲盒就开到这里了。小伙伴们，在这一套洛丽塔少女系列盲盒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有你喜欢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